恭喜属上，娘娘怀有身孕已经两个月了。有身孕了？花儿，在，将这个喜讯昭告天下，朕要普天同庆。是主上。见主上，受册。阅天地合辟，遍历人伦，离数资息，俱顺天数，失亲尊以貌成，设教化而众犯，消逝良善，晚疏端仪，良真正直，恭俭素行，素挺英姿，故封为后。望以身交天下，恩结民心，成厚德能处尊位，助忠思以成皇命，受其御策以告四方。谢主上。皇后起来吧。平身，谢皇后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该不会是有喜了吧？娘娘这个月的月信似乎迟了，我去找嫡礼姑过来。嗯。娘娘，喜个小妃求见。臣妾知道自己不能跟皇后抢什么。臣妾不敢多求，只是皇后也有不能服侍主上的时候。皇后，你不能这么霸道，总占着主上啊。喜哥，去求主上，而不是求我。有你这个皇后在，我连主上的面都见不到。主上的事情我无权干涉，你实在不开心，我也可以放你出宫，自行婚配。出宫？你还年轻，有大好的青春，没必要为了满足家族的野心，自己在宫里空耗着大好年华。只要你愿意，我立刻安排你出宫。你可以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如意郎君，而不必在这里苦苦哀求其他女子和你分享夫君。不，我不出宫，大胆，死都不出宫。你是想谋害皇后和小皇子吗？小皇子，娘娘，嫡礼姑来了。
快宣他进来。是。小皇子，他有喜了，他有喜了。喜哥，小飞，请回吧。李立功，这是怎么了？恭喜主上，娘娘怀有身孕，已经两个月了。有身孕了？花儿，在，将这个喜讯昭告天下，朕要普天同庆。是主上。朕要做父亲了。皇后怀孕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注意。皇后的饮食格外重要。嫡立功，主上，朕给你一个差事，你务必要让皇后健健康康的生下皇子。主上，这你就放心吧。还有，皇后身边侍奉的人要严格筛选，千万不能有不轨之人。花儿，这件事交给你，若有任何疏漏，朕唯你是问。奴才一定会拼了命的保护好皇上、皇后和小皇子的。哎，对了，思温在下应该还不知道吧？可能还没有接到消息，赶紧派人通知他。朕告诉你们，这桩喜事，朕要好好的办。好。皇后就来叫。三相大人，请。这皇后诞下皇子之后，大辽的天下就稳定了呀！啊，是呀，是呀，是啊，我们大家都盼望着早日见到小皇子呀！对呀，对呀，小皇子诞生之后，一定像主上一样英明神武。是啊，一定是。以后还望宰相大人多多提携。这帮朝妻暮楚的家伙，谁让你们家喜哥小飞肚子不争气呢？哎。我父亲现在权力过大，定会遭人妒忌，这会让他很危险。你说的话，那些道理朕都懂，但是权力不能给错人，如果把权力给错了人，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可是……好了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朕答应你，听你的建议。但这事呢，不能操之过急，权力呢，只要慢慢的分割。至于人选呢，朕得慢慢的考察。这样吧，过几日朕会跟你的父亲一块去驴山打猎，到那个时候朕跟他商量商量，看此事该如何办才好。你就在宫里好好的养胎。哦，对，朕想起一件事，两位太妃是不是惹你不开心了？前几日他们还闹了一阵呢。这样吧，他们要是伺候不好你的话，就让他们别来了，可好？多谢主上。嗯。